不要去护航这一位没有替卢市长的市政工作加分，反而整天在做他们个别政党的这个政治发言的这种机要人员，非常不适任，真的要赶快自己打包宽宽的建造卖海的楼起定了。为了这种人，你起进户以为太欢乐，你就来查查哪的博弈博弈组了。请蔡顾问啊，你不要再来担任机要人员了啦。我想你曾经担任过这一个立法委员，你担任机要人员是委屈你的了。